二婶她就好像感冒的样子，天天都是在找医生啊，结果都没有效。后来那个老三嘛，哈，西医中医都看了啊，都没有效。我说呢，都里面成对，我得跟那个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连续的孩子都是这样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罕见疾病最大的困难就是诊断。啊，诊断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很多小朋友不断在转诊误诊、转诊误诊当中，最后就是死亡跟智障。我多么多么的希望，这个很少数的人，他能够不要这样子，为了自己的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他一旦诊断疾病之后，都立刻想要给他治疗，因为晚一天他就受到多一点伤害。遗传咨询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疾病是什么，他们的遗传模式是什么，然后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。这十几年啊，我们协助了大概500多个罕见疾病的家庭，同病相怜，连在一起的，对，不是可怜的，因为疾病所带给他们的困难，让这些小孩子本身就非常具有观察力，感情也特别的敏锐。借着绘画，他们就可以勇往直前。这个不幸的人，他没有罪过，他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业，完全是 random。你的祖孙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侄儿，什么都可以发生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你有同理心，这个人要特别照顾。这个系统的健全是台湾很值得对全世界骄傲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场域，是让他能够有归属感的，他是一个照护者，对被照护者的终极关怀。我们都是一个罕见的孩子，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出来。这个绝对是一个团体的方式，才能够把我们的照顾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境界。啊，我是觉得说，哦，在台湾真的很幸福，台湾真的是文明富裕的地方。那个富裕是心灵的富裕，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存在就是铁证。